个好像是韩国的芙蓉区，然后就很地形很复杂。有特色啊，有点乱啊，就是他们在猪猪女孩的房间，这头不是我的，不用了。好了，看完了，结束了，好悲伤。不过使用率倒是蛮高的。这集牛逼牛逼在，这集是灰原哀出现在即，一个 ambush 的那个鲨鱼耳钩。哇哇，西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前段时间刚丢了，就是鲨鱼的一个戒指。所以你现在做的床是造型师的床，啊、是床吗？就我什么都没给他，造型师不可怜了吗？你们是都住在一起吗？对，我们四个人。我还想说，为什么粉丝站着站长会跟你睡一起？是有多怕粉丝流失啊？这是我朋友来的，还不如交给他做。哦。我是对音乐非常的下课。我们四个人一起住嘛，我们在深圳学的语言，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寝室了，然后现在也是你四人一起、啊、对对对，现在还是四个人。最早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住在不同的地方，后来就觉得哎，因为留学嘛，就挺寂寞的。对，就身边的朋友也觉得还是就这几个好嘛。哦，对，其他都是弱智，一定要这样说，都是讨厌鬼。那你这样每天都赶一个小时去上学，不会很傻吗？有一个小秘密，就是我的很多歌都是在那个高速大巴上写出来的。对，哦，所以那地方真的是移动工作室。然后坐飞机啊，或者坐高铁，就是那种在路上的时候会突然有东西想起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会有很多灵感那种，然后就会写出来。你是深圳人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是。那你怎么在深圳学？很多人都觉得我是深圳人、广州人，我现在改变这个，要改变一下这个想法吗？我是。韩国人吗？那我跳下去。我老家是贵州那边的，但是我高中呢又是在成都读的。高中毕业过后就去学语言嘛，就在深大那边。之前在贵庙那里。就在贵庙那里。那地方会挑，你吃的很好。对。而且价格很便宜。你在家里还什么状态？我在家里。我你采访他吧。我问一下。可以挡马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你这样打他们就看不见你了。一般呢，就是在家里发一下疯，发一下疯之后就洗一下歌，然后去每个房间骚扰一下我们的同伴。差不多是这样吧，我每天情绪起伏很大啊，可能听起来就是这样的吧。我说句公道话，看到没有，我不是神经病，我不是神经病啊。家里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？有什么有纪念意义的可以share一下。应该就是这个吧。我还以为你要说像个切尔西的那种俘虏，因为这样子品牌方可能会找上门。对，就应该就是这个吧，就是我搬了很多次家，但是都啊，这个夹子是吗？什么是照片？哦，不是照片哦。我以为是夹子。对对对，我第一次演地下的时候的那些合照 ，K 歌他们。这是我的助理啊，我的室友们，然后这是我的侄女，就是韦书涵，我的你的孩子，我的侄女，侄女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发小，他们就玩特别好的那种。那你的团队基本上也都是朋友组成的哈、哦。很幸运的一点就是，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，就恰好、哦、圈内有朋友的话就会说哇、啊，好羡慕你，就是、嗯、就是这些人都是你值得信任的人。对对，就可以很放心的互相利用。对对对，互相利用。然后都同龄人吗？嗯，对对对对，八九八九九的。完了，重要东西好像塌下来了。不，是这个叉。啊！怎么回事？重要东西直接垮下来了，好不祥啊！好夸张，好夸张！先把它放在这里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怎么会突然这样？哇！你好神奇啊！我现在是去卫兵约的学校。我为什么会来想来韩国念书？当时我看《Show Me the Money》，看《Show Me the Money》啊，那是没办法，那是得来了。对，会想要不要自己试着写一下歌那种。高中的时候就想过，但是当时并没有去做。当时就觉得哇，写歌这个事情离我太遥远了。对对对，就怎么可能？我觉得就是明星才能写歌。为什么选这个大学呢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我们大学。哦，这样子，我这么强的吗？对，全智龙就我们大学毕业的，对，然后 Zico 还在我们大学读研究生。哇，你们好强啊！难考吗？现在比较难考。之前的话，因为留学生还少嘛，现在就留学生越来越多，然后就
会要求就比以前高一点。好爽，入场早好像就是爽一点，跟房价一样，一个道理。我现在就是想，真的就是想先消到一下网易云，对对对，夸一下他们，很给音乐人留一些就是可以推广的东西。像之前就是我跟恰恰的那个合作，然后也是网易云自己给我找的，真的。网上就有很多公众号在说网易云这不好那，我觉得那些真的可能就自己没有做到位。诶，我们学校到了。哇，你学校好漂亮。对对对，打扮小心，太热了。哇，这就是韩国第一的流行乐学校吗？就韩国总统就是这个学校毕业。大家可以看到有五个好像无业游民的人坐在地上，应该是没有考上吧。哇，好棒的学校。哎，你日子过挺好的吧。这是我们系。哇，学校好漂亮啊，我的天。第一次来是为了面试考试的时候。哦，你们学校面试。对对，当时我们学校面试的时候就是在这栋楼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，好好看啊。好好看啊，好好看啊，真的好好看。综合排第七吧。那流行乐是六七，然后他这学校就是 postmodern， 就是后现代音乐系，然后就比较出名，就他整个艺术系都还是挺出名。然后 GD 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。GD 很强吗？怎么会不强呢？我没听过啊。我只看过他段子。所以这个学校叫什么？全名都讲一次。庆熙大学。庆熙大学。对对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别人知道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在跟我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是有外星人的。不是麦田圈那个东西吗？就是很早之前，就是我们人类，然后就是发射了一个那个，就那个叫什么？突然一下忘了，对吗？好，没睡服你。阿雷西博讯息。不是发射了一个我们人类的一个，就是发射到了一个星球上面，然后就是一个图，找给你们看，就是像这样的。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中邪的？然后发射到了某一个星球上面，结果不过多久，就别的星球给我们回了一个差不多的麦田圈，就麦田圈，然后就是回给你吗？回给地球，回给地球。稻子不是被压下去的，它像是被剪短了一样。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中邪的呀？谢谢谢谢谢谢啊！谢谢谢谢魏冰月。现在我们在问魏冰月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他最感动，他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从开始巡演的时候到现在吧，就是我感觉我的体重嘛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挺幸运的。就比如说之前做专辑也好，还是反正就是在音乐这条路上，就遇见真的遇见了很多愿意就是帮助我的人，心态各方面都变好了很多。然后这一点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。OK， 好，好不容易那么震惊。就不要想听你说外星人。神经病的纪录片。亚特兰蒂斯的大洪水。对啊，就之前不是说就一场大洪水给地球全部都浇没了吗？嗯，你很在意。对，我很在意，而且我觉得大洪水这个是。那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干你屁事啊。起源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魏冰月，谢谢。很夸张，跟美国一样，美国也中国人好多，不过美国中国留学生车子会比这边好一些。好夸张了，豪车展，尤其是我 LA 那边。你在大学谈恋爱吗？我现在谁不有点恋情啊？啊真好看。读书和编歌 rapper 是就是什么一种体验？是种什么体验？双重身份。啊，这个的话，就怎么说呢？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包袱的那种音乐人。
样说嘛，嗯，然后我也不会把我自己看成一个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样，因为像泥鳅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玩得来的原因吧。来上学我都不怎么化妆，从来就不爱化妆。那天有化吗？对，他今天有拍摄跟要化，然后身边的朋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，而且把当做一个多余工作。嗯，差不多了。你考试应该很容易过吧？低调低调。巡演工作写歌鸟几不误，然后还能拿奖学金的女人，真是可怕可怕的女人。你说你上张专辑怎么做的？对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 EXIT 那张专辑啊，就出过实体的，然后后来我知道紫色那张吗？对对对对，啊，应该给你一张啊，给我。哎，给一下，你不要忘了，我吓死你。那时候是我刚来韩国的时候，然后一开始做这张专辑就只是想给父母证明一下啊，你有做音乐的能力，就是，对对对对，我就只是想那样一下，结果没想到就是越干越起劲。那时候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回寝室写歌，就写歌写睡着了，过后一醒来就晚上，然后才起来吃饭弄怎么怎么，但是当时没钱嘛，我在这边留学，然后各方面开销已经挺大了，然后就根本没有问家里面，然后我就去发传单。真发传单，啊，真的刚来韩国的时候嘛，又没有打工证，语言又当时不是那么的好，就没办法去做这些，然后就只有什么就洗一晚上然后就那种，然后我就发传单，而且我发传单不是说站在路边那种，是去刷楼的那种，就 就是每层每户的挨个发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当时我爸还来问我，他你怎么每天走2万多步干嘛就那种哇，那段时间是真的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你不要去了，我们给你钱，你不要去了。我又没有自己的 studio， 我就只能去录音棚好贵的，啊。对对对，我当时录歌又是比较细，新手，然后又要求高。对对对，就一首歌要录，个反复的事，录2个小时啊。那个时候哇，经常吃泡面啊什么，哇，真的不懂那时候自己为什么要去那么辛苦，让我再来一遍我绝对不来了。然后找制作人，然后找封面设计啊，找拍东西的，做专辑那个厂家也是我自己找的。但你到手是不是很感动？哇，真的疯了，第一张专辑直接在地上先跳了5分钟，原地打转5分钟。现在我们还有差不多10几20分钟到录音棚，然后我边缘现在开始赶紧补习，像极了我考试前一晚的样子。老师说带我去感受一下，然后我那次就觉得很神奇，很神奇吧？我也觉得很神奇，我第一次进来也觉得很神奇。对对对对，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了。时间从来没有办法倒退，催促着我一直都往前推，跨飞不动的翅膀和沉重的视线积淀在我后背，曾经拼了命的寻找捷径，差点困在那天淹掉自己，更学不会如何控制情绪，尝到甜头就开始沾沾自喜，曾经觉得我不用出名，练钢琴音频当个老师也行，也都怪我天生多疑，但从不幸免，参加选秀都全靠即兴，我在夜晚感受漆黑，只要灵感才会与我作陪，保证我不会半途而废，这样才能显得我爱的纯粹。我吹着秋香，而你一起夏日那样的风，我穿过世界迷宫，但还困在人群之中，我喜欢每次回家放下心里那种轻松，陪在他们身边做的都是温柔的梦，
想再去听的那些道理，我自己做的选择难道不该遵从自己？我确实着急，一直拼命，我害怕我的成功只是一时侥幸。我被这些负面慢慢缠住，写了一张专辑也没找到任何出路，以为飞行学能改变态度，到底哪里是光，哪里是雾，哪里可以迈步？我还在孤岛在海岸，在等等我，别让我被海浪打散。想和你在黄昏只是观看暮色傍晚，走在一起感叹每个日落实在太短。看，我还在孤岛在海岸，等等我把别人看往北的糜烂。不管以往事事愚蠢还是遗憾，希望我明白的至少还不算是太晚，好不算太晚。岁月渗透只会一去不返，真的不算太晚。想说的话终于不在原地打转，希望不算太晚。带我乘船，多数不尽的黯然。我在森林暗处脱下伪装，没有救命稻草，开始紧张。内心竖起一座一座城墙，放不下自尊，也不愿破防。夜幕开始变成我的日常，白昼太快，错来不及收场。I'm gonna run， 我要逃去远方，寻找一片愿意收纳我的海洋。都放轻松，你们说的那是我走动，没人想要变得平庸，各位在谜团中天马行空，被看得太沉重，没能告诉自己的话相同，请你不要再对着我说紧眉头。人太多你们了解的有太多个我，路上忙碌明年最让人怕的做，只会让我歌唱不管伤痛，我的宇宙信心开始失控，我怎么深海吞没不摆脱，经过台风肆虐掀起波浪，也曾独自冒险半路毫无收获，经过飞船追不行的巨响，我们内心弱点放到操纵，没人在乎一生一路出走冲动，你用拒绝包围与我作对，天平慢慢的开始变动。不能放下一场的包袱，必须要逆挣扎粉碎掉被依赖绑架的孤独或无助，想想冲破这段束缚，把可不诺言的抛在昨天，就都不会放弃这个年度，好好珍惜度过每个夏天。Don't pretendThem is the gator。 走 go go go， 老板拜拜。好了好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哦，不用免费的吗？我先好按下那个，哇，我以为不仅没给钱还把那个门搞坏了。20岁大也是大二的孩子，跟一个42岁老男人，他自己说自己老男人嘛，在那哪儿高丽大知道吧？嗯，高丽大那边租的房子，后来老男人自己整个存蟹房知道吧？嗯，他一个月来两次三次的话，住酒店，他那个费用跟那个存蟹房差不多了。嗯，给他租个存蟹，那次来正好是女孩子过生日，他过来了嘛。他说早上给他打了20000块钱。哎呀妈呀！然后呢？这是赶紧介绍给我。我也可以、啊、在上海，他说我就是有钱。哎呦我的妈，对，就是一定要自己有作为，真的不能到头来自己值得骄傲的东西，值得骄傲的东西都是别人给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就感觉你跟他真的有不一样。我比较想小时候别给了，比较快吧，省点好的。开始今天的主题。水果味烧酒，你一般喝几瓶？你爱喝酒的朋友要喝尽兴的话，就至多20瓶。一个人十多二十瓶啊？我靠！牛逼！鸡爪，辣鸡爪。有被搭讪过吗？怀疑，玲玲，新年快乐！
人谈恋爱之后，你本性会变吗？会，会变啊。绝对会。哦，我觉得会的，就是有些爱真的很，就有些爱真的很偏执的那种。啊，不计代价的去改变，不计代价什么？对，什么事情都愿意为他做这种。那你在谈恋爱中伤了最重的一次？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我喜欢了三年的那个男生。啊，就被官宣的那个吗？啊，就是官宣的那个吗？12月1号官宣的那个。隔壁月跟他的 homie 在渣男分享大会，分享谁遇到的人更渣，好惨啊！这是前面发现说韩国渣男收割机，好惨。OK， 我现在凭着仅存的意识回到了酒店。魏冰月实在太能喝了，这把我喝挂了呀！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直接死了。我在出租车上面都是死掉的状态，但是最后的落点还是得 shout out 一下，大家想要粉丝们。大家知道的事情。